我覺得呢一個符號最代表到我九粒波點，因為佢有曬我個名喺度啦，可以有一粒啦，有三粒，有九粒就得啦。咁而我諗咗好多解，呢度打直係一啦，個九其實都可以用啲 digital 寫到出嚟嘅，咪即係幾粒嘢可以砌到193呢三個數字出嚟，咁即係好似好 make sense 所有嘢，係亂咁作個原因，但係好似作得幾好喎咁樣。喺平衡宇宙入邊，我想呈現一個大家都冇見過嘅193，就係跳唱歌手啊，即係 Anson Low 嗰啲咯，係咁單眼電人啊，我好少做呢啲嘢啊嘛，咁我就係咁單眼電人啊，又會。如果我新歌再次 Puppy Love 咧，可以做到呢個 Anson Low 化都幾勁喎 ，Anson Low 跳出再次 Puppy Love 呢個形象，好用力跳嘅每一步都，跟住會單眼啊，會俾心心嘅。同Gigi和 Chantel 合作，因為呢個都是冇可能的合作嚟噶嘛，平時咁今次可以即係借啲意同隔離台合作，咁都幾開心啦。認識一下佢哋兩個小妹妹咯，咁都係咯，男仔識女仔基本嘢啦。哇！如果舞台上面做一個冇限制的表演咧，我會想在舞台上面打籃球咯，因為我最中意就係打籃球，我知道冇可能呈現到即係。我又入唔到港隊啦嗰啲啦，打唔到 NBA 啦，咁點會無啦啦可以呈現到一個咁多人睇嘅場入邊做一樣自己最中意嘅嘢咧？咁就逼人哋睇我打籃球。即刻上881903.com訂購指定商台節目重温服務計劃，到時就可以網上睇到我哋現場嘅精彩演出啦！約定你。